我很想看到那个种子去长成苗，然后慢慢的长得越来越高。这两天要是不收割的话，是不是就等不及下次卖了？加油！说了这么多次了，还记不住的了？我打到2000，没打到底，咋了呀？线里面了。哎，哇，这个埋的挺深啊。哎，有困难就上就完事儿了。走吧，走吧，干活吧，走，走。一、二、三，加快进度吧。加油啊！我们要种的东西，我希望这个过程能让我增长，靠自己的双手去收获和种植。